妈咪啊，做咩啊？我个名点嚟噶？今日老师叫我嚟翻屋企问爹哋妈咪自己个名点嚟噶？你老师问啲咁复杂嘅问题嘅，好啦，话俾你听啦。你个名咧，其实咧，妈咪就想你咧记得，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唔公义嘅嘢嘅。不过佢哋咧有时系唔记得咗自己个心里边系有公义呢样嘢。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当你将来大个之后咧，一记。記得如果面對啲唔公義嘅嘢嘅時候，最緊要就行出街同佢哋講，要企出嚟同佢哋講，呢啲唔公義嘅嘢係唔啱嘅，知唔知？嗯，知道，媽咪。喂啦，個希望同勇氣點寫啊？哦，你攞張紙過嚟教你寫啦。佢喺度冤枉我，咁我冇出貓。嗱，希勇，我相信南班長嘅為人，佢一定唔會做埋啲咁唔誠實嘅行為嘅。你有冇睇錯啊？嚇！但我真係見到佢出貓喎。嗱，希勇，知唔知講大話係唔啱噶？如果你繼續講大話嘅話，我就記一個缺點噶啦。公義是代表社會資源公平地分配，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，亦都是對人權、人的尊嚴、自由、平等權利的肯定。字面上雖然有這樣的意思，但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公義的存在呢？是否自己一個人就可以實踐公義？是否就好像媽咪所說的，每個人都有追求公義的心呢？呢度少少心意，聽日食做啦。喂，你做緊咩啊？嘘，冇咁大聲。咁你都知啦，做級主席真係好威喎。嗱，有一切決策權啦，又可以干涉埋學校啲政策喎。但係咧，你都知啦，級主席呢啲一級得過一個，競爭咁大。唔使少少還手，點會做到啊？為咗做呢個主席，使少少錢落去，當然係值得嘅啦。你唔敢做啦，你唔使講啦，我已經決定咗啦。你一係幫我，唔幫我又彈開。我做咗級主席啊，叫我哋唔好睇死我噶啦！我依家完全係有一種萬人之上嘅感覺咯。你覺得自己咁樣贏咗個主席位翻嚟值得咩？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講緊啲咩啊？係啊，我依家做咗主席，我真係好爽嘅。依家所有級嘅嘢都係由我決定嘅，
你一定是不抵得我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东西说。我不是不抵得你做到主席，而是觉得你这个手段不公义，你用了这个手段来做这个主席，对自己和成级都没益。什么意思啊你？我现在做到级主席这么开心啊，你有没有跟我说什么公义不公义啊？我做到主席我爽啊，你是我谁啊？你是我老豆啊？可不可以跟我讲道理？你是不是朋友来的？我没有这些朋友啊，成只蜜蜂咁样拥拥咗住晒。求快啲啦，两个！点解都未有得玩啊？梗系玩佢啦，放学仲咁得闲喺度温书。咁又系，我最憎呢个勤力嘅人。其实我是不是应该帮他呢？唉，算了，就算出手帮他又有什么用？反正又会被人打，看来公义这件事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。但是为什么妈妈还要跟我说人人都有追求公义的心？为什么她会这样想？追求公义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还有意义呢？自从那三件事之后，由高中到大学到做 fresh grad 再到现在是 senior， 我就再没有实践过公义了。我已经知道公义根本就离开了我们了。哇，你看今次的 project 都要多少钱啊？但是 budget 好像太少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不如问问老板看他批多些给我们吧。Maria， 你等等吧，等你老板。老板，你杯咖啡啊？对唔住啊，你搞咩啊？嗰度好贵噶，你系咪赔啊？赔翻俾。成日上班上下咁。唔好意思啊。走啊！走啦！喂，点啊？问到未啊？唉，问咩啊？大镬啦！今次啱啱淋湿咗老板个袋，哎呀，真系好嬲啊！佢死啦！佢会扣我人工噶，你知啊？之前我阿华应承会赔钱啫，但佢份好小气噶嘛。哇！你平时做嘢咁勤力，又成日 OT， 业绩又咁好，老细点会咁对你啊？放心啦。哇，27000，发达啦今次，哦，好心你啦，次次派粮都靠撞彩 ，senior 嚟噶啦，勤力啲啦，迟啲俾人炒啊 ！senior 知道咁样嘛，享受人生啊，系咪？唉，不过咧，我明噶啦，唉，见今次份粮唔错，我请你食饭啦，好，行啦。咩事啊？你醒啦，俾女飞啊！唉，咁惨过俾女飞，我咁辛苦做嘢，做到 senior 先得18000人工，仲低过啲 fresh grad， 嗰条懒虫日揸流摊已经代27000，公平咩？老细真系过分，就前阵整湿咗佢个袋啫嘛，道晒歉啦，都要公报私仇喺度扣嗰啲人工。咁都得，不如我代你同老板反映下啦，而家最紧要食饭啊！好啦，入嚟。老板啊，就最近员工表现方面咧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。好啊，边个偷懒，边个唔做嘢啊？唔系讲啲表现差嘅员工，系讲啲表现好嘅员工。其实我觉得水帮呢一个员工咧，有几醒目，
份人有幾勤力喎。公司有佢呢啲員工咧，實在係非常之幸運。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老闆，應該想法分明，呢一啲員工就應該提高佢啲人工，等佢留喺公司噶嘛。咁你又知唔知佢？我知，佢整濕咗你個手袋啊嘛。但係好似我咁，你作為一個上司，應該想法分明，咁先可以令員工更加信任你，令間公司運作更加順暢。依家你係老闆定我係老闆啊？呢啲嘢我自己識處理㗎啦，唔使你做好人啊，走啦。等等 ，Mary， 係，我要炒咗佢。知道啦。You out。為什麼你這麼頹？唉，之前水幫整濕了老闆的手袋，老闆就公報私仇扣給人工，我看不慣還去找老闆傾下，誰知道激怒了他，現在還說要炒了他。唉，還有一家要顧的，現在怎麼辦？唉，這些不公義的事經常發生的啦，文哥你就當沒看過咯，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呢？你看你現在，說不定老闆激怒了他，現在搞到被人炒了，那你又何必呢？你都說自己有頭家要顧啦，應該小心一點嘛。但這樣對水波不公平，老闆是不應該這樣就去公報私仇，這樣是不公義。當人見到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就要站出來發聲，起碼我不會因為被人威脅而不出聲。雖然我現在改變不了什麼狀況，但我堅持了自己心裡的公義，對得住自己。其實在這間無聊的公司裡面做的都沒前途了，被人炒了不幾好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小心。哎呀 sorry 啊，又不小心添。做噃，叫你做你就做啦，冇咁鬼多嘢講啦，行啦。喂，你啱啱聽到噶啦，老細不知幾衰啊，使又唔使管，你話咪黐線？唉，鬼唔知咩，但係咁大聲咪陣間，老細聽到陣間你有成個捐嘴噏啦。唉，呢個世界係咁噶啦，地位低嘅人冇可能同強者抗衡。唔好講咁多嘢啦，做埋手頭上啲嘢先。得，搞掂。收工。我哋真係要為唔公義嘅事情發聲。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公義的東西，不過他們有時是忘記了自己的心裏面是有公義的東西。哇，那個地方呢，人當人見到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就要站出來發聲，希望不會因為被人威脅而不出聲。雖然我現在改變不了什麼狀況，但我堅持了自己心裏面的公義，對得住自己。我不理你咯，件衫勁貴咯，賠返俾我，賠返俾我啊。喂，你做緊咩啊？玩啫嘛，关咩事啊？咁八噶你？你想要几多？我帮佢赔。一万啦、啊，起码。你知唔知呢件咩衫啊 ？LV 啊 ，from Milan。
唉，睇你兩個都唔識名牌㗎啦，成身寒酸樣咁，一定俾唔起錢啦，死廢柴嚟㗎。你如果因為佢係一個黑人而蝦佢，咁樣係 racism， 你先係死廢柴啊！收手啦！黐線啊，玩下啫嘛，唔好理佢，我哋走。黐線。多謝你啊！我終於做到了。其實公義根本沒有消失過，每個人都有追求公義的心，但很多時候我們選擇沉默。我一路奮鬥，不是為了改變世界，而是為了令世界不改變我。我們在面對不公義的時候，就應該挺身而出，講出自己的想法，從自己開始實踐公義，找回在心裡面對公義的追求。